唔科拉點做嘢啊？係嘛？個畫面啊，已經有冇聲音啊？哦，聲音都有太好啦，真係。不過你哋唔拉我哋係唔開始嘅。啱啊！啊，我哋就講埋啲無釐拉位嘅嘢先。啊，六啊幾個拉，我再一百個先啦。再多啲。係，再多啲。真係。咁咧，可以推本雜誌出嚟睇下先，係咪？呢本嘢出街嘅時間係2005年11月尾，堅尼留下馬星離去。我揭開就翻到去講緊15年前，堅尼同費格遜。呢啲曲折即歷史嗰邊。咪係啊，堅尼同費格遜不歡而散。就係快樂嘅煩惱啦。係。就勝利者之後，卡比奴係仲未歐地嘅卡比奴，而家真係歐地曬，未去一線英，而家真係未去一線英靈盡喪，而家真係歐地曬啊！跟住然之後仲講緊嗰個年代仲係即係中日韓三角字，年年月月日日都仲改革緊嘅中國足球啊，係年年月月日日都改革緊啊！而家就成功咗啦，係好成功，好成功，非常成功啊！跟住，然之後呢一集咧就係金球獎50年 ，France Football 嚇，回顧金球獎50周年。利雲道夫斯都唔抵咯，大佬，係啊，乜鬼燒啫？係喎，係啊，其實你嘅表現咁鬼好，你頒俾佢冇人，即係可能有啲提到腰，你話對提到對提到腰斬啲聯賽唔公平，但係實際上我相信喺嗰啲聯賽效力嗰啲人都唔會有咩異議啦。啱啊，即係 unless 你話大巴黎真係打得低拜仁咯。系，咦？你真系成场波俾人拍死咗。但系我觉得就算巴黎赢咗拜仁，我都觉得系利云道夫斯。系啊系啊，因为个人表现奖嚟噶嘛。你佢整咗个美斯斯朗嘅 number 出嚟，佢成个数据系冇得讲噶。冇，真系。你依巴都未必做到噶。啱啊。咩叫做高山秒跳咗咧？即系我头先弹起咗下嘅，即系佢话高山就秒跳咗。成為熟女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即係，但我過機 test 嘅，君子唔好求啦呢啲，係跟住然之後呢個係恩沙基，哇勁啊！賽季白球 party 啊，即係歡迎聽眾們又真係有機會啊，即係接觸下阿近嘅藏書啊 ，OK， 阿近勁，係啊，冇錯。高山點睇自有 Michael Keane 傳緊去巴塞？邊個寫噶？啊！傷開中，一邊睇阿近，一邊睇白石麻衣。有白石麻衣係咩？而家白石麻衣邊個嚟噶？你唔好邊個嚟？你都扮唔識啦！你白石麻衣你都唔識，你呃我啫，揾我笨啫，係咪？啊！不過我對白石麻衣又唔係特別好，係咪？我比較好啲陳年啲嘅舊書多啲嘛。而家發覺我自己冇乜心機做節目。咁啊，所以大家啲 like 多翻啲嘅時候，我先有心機做節目，係咪？咁啊，今集我哋嘅主題講咩咧？就集中講巴塞嘅，係咪？咁啊，又難得邀請阿近上嚟，係咪先？係咧。咁同埋又可以討論下、就係打認為將來巴塞應該點樣行啦。哦。不過睇下嘅時候，哇！呢個沙哈嚟嘅喎，唔係大家睇水晶宮嘅沙哈，係路易斯沙哈，你睇下。我學。哇！認唔認得啊？富咸嗰個啊，後來就曼聯嗰個啊。咁當年即係克萊福丹嘅產品，任何人都覺得即係每一個都會，大家都覺得有可能有潛力會成為。我覺得佢係真係另一個斯丹奧啊，另一個亨利啊。我覺得佢真係 underrated 好緊要嘅，即係沙哈真係 underrated 好緊要嘅。突然間覺得迪比同維拿杜姆去巴塞嚇，咪嗱維拿杜姆我覺得都合理，但迪比去巴塞就。咁我咪登贏咗咯！我咩啊？我曾經有冇啲聽眾 call 過我以前點樣 comment 迪比嘅？但迪比都可以巴塞。唔係啊，因為羅高文嘅 shopping list 係幾令我不安嘅。我即係韋納杜姆第一。完全係一個即係。唔係雲迪比克應該好啲啊啩？雲高爾嘅 Mark Two 嚟嘅咯。唔係，不過完全同雲高爾登陸巴塞嗰陣時，即係將佢荷蘭即係亞積士啲班底大半簽曬過去嗰種味。唔係，等陣先，我哋陣間，我哋陣間依個係陣間嘅 topic 嚟㗎嘛。係陣間嘅 topic 就陰間，陰間留俾陰間處理咁樣樣，係咪？留俾陰間，留俾陰間處理咁樣樣。但係唔得，我覺得即係離唔開呢度成堆足球周刊。OK， 就係啦。咁啊，
我拍埋 fit 先吓，咁啊今晚咧就我哋有两节啦，咁啊第一节讲巴塞啊嘛，第二节就可能讲下啲转会啊，又讲下欧联决赛啲展望啊咁嗰啲嘢。咁如果系讲巴塞啲转会嘅话，就留翻第二节啦，系、咪？啊，有听众啊，即系中意云地比克啦，或者云地逼啦，我哋亦就咁啊，话晒都叫做喺欧洲球坛都成名咗一季多啲，算成名噶啦，我觉得成名。唔系，其实我以为佢已经走咗啦。即或者你好似你有人落出订咁样，跟住你就季尾过去，迟早都要走。以为系咁样，未爆瘟疫之前话盛传话皇马想要咯，系咯。但系而家又冇咗，唔使啦。皇马其实而家用翻自己啲人先啦。咩啊？呢个咩？呢、這个正啊啊！真系啊！呢、這个讲啊！穿越救巴克。穿越救巴塞大计吓，咁、我都喺贵网都曾经打过一个 draft 啦，唔系即系唔系呢个其实即系，只不过系而家处身嗰个世道已经太崩。